3D 打印技术的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泛了，由简单的日常用品、飞机零件到医疗器材，甚至是人体的器官都可以生产。我相信未来这个技术会深化，因此我向教育局和科技局建议，在全港的中学推广，加强培育我们年轻新一代认识有关 3D 技术。当局亦都已经答应会进一步将这些技术加入 STEM 教学计划，包括教学的培训课程和名额，亦都会与学校、生产力促进局和职业训练局等举办相关的活动和比赛。未来我会继续推动生涯规划和促请政府完善教育政策。